主料琴叶70克，玉米粉150克，面粉150克，辅料葱花、盐、油、酵母5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焯好的琴叶挤进水分，剁成细末，加入葱花，加入盐、酵母，适量水和成无干粉的面团，浸泡半个小时，垫底成刷少许油。预热后放入琴叶饼，捞到两面黄色饼熟出锅。烹饪技巧，水料一点点加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